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卡，今天要玩的是 GTA Online。 4月11号这个礼拜呢，卖 CEO 仓库的特种货物就做紧双倍啦，趁今个星期还未完我都买一买啦。上次拍卖特种货物的片呢，已经是差不多7年前的事啦。都有观众呢就问过我，为什么我现在办公室地下会有这么多钱的。我再在这里说一次啦，地下出现这么多钱的条件呢，首先就是你 CEO 透过 CEO 的仓库啦赚到1000万，同埋你嘅銀行户口咧都維持喺1000万以上嘅。咁我之前都講過㗎，咁我係試過窮嘅，咁試過咧户口咧唔夠1000万，咁嗰陣咧啲錢就係少咗嘅，地下啲錢。咁我唔知道而家條件有冇改到啦，因為始終都係七年前嘅事。咁如果有改到嘅話，都可以喺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咁俾大家睇下我嘅倉庫先。好，登入咩特种货物，咁睇翻个仓库地图啦。咁我就系地图呢五间仓库嘅，咁呢五间仓库咧就系最贵嗰五间大型仓库啦。嗱，我都趁今个星期嗰几日咧，就已经储满晒啦，555箱嘅货嘅，咁啊五间储爆晒。咁我今日呢条片咧就系会卖其中四间仓库嘅货嘅啫。咁首先就嚟咗地图呢一间仓库先，咁呢间仓库咧就叫做达尼尔兄弟仓库嘅，系我第一间买嘅仓库啦，亦都系最贵嗰间仓库嚟嘅。咁地理位置算唔错噶，咁啊接近地图中心啲啦，呢一个就去边度都近啲咯，比较相对。但不过呢一间咧，我今日就唔会买嘅，因为呢一间系装饰用嘅啫吓。咁呢度有啲特殊货物啦吓，呢啲特殊货物就係稀有货物啦，咁有呢个兽皮啦，咁啊呢个64卡钻石，咁大家参观下呢度先啊。咁啊有呢个彩蛋，咁呢个怀表啦，跟住有支金火神，同埋呢个係电影嗰个黑胶带啊，80分钟嘅呢套电影我见到係。咁啊，呢一间仓库真系俾我装饰用嘅啫。咁不过其实都有坏处嘅，攞嚟装饰用。我一日唔卖啲货咧，咁平时可能玩任务出翻嚟，玩完任务啦，出翻嚟自由模式咧，就会有 NPC 搞呢啲货。咁唔知系不定咩啦，咁佢唔通知你嘅。咁如果你最后冇发现，又走去转咗场冇理佢咧，咁就会冇损失咗1/3货咯。呢、這个时候就即刻熄 game 咯。如果发现嗰个有啲咩唔妥嘅话，就即系识 game 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。咁啊，呢间装饰用嘅啫，咁今日唔卖住嘅。大 job， 唔系，绝对唔系咁样样嘅 superhero。睇下先，而家嚟到地图呢一个仓库啊，呢一个叫做扁拍仓库，系地图第二季嘅仓库嚟嘅，你一枪射唔爆啊！你好似爆咗，即系打一巴级佢。好卖啦，其实啱入紧嚟，冇卖住，我攞翻下画面啫。呢个不过卖货一个人都搞掂嘅，如果你除咗抽用大飞机，除咗抽用大飞机之外，除咗抽用大飞机之外，唔好走住，可能抽用大飞机啊。诶，呢个444万，如果唔系抽用大飞机嘅话，最多一个人行几转嘅啫。好，我抽大船，而家系大车，大车，呢个就咁送过去嘅呢个。呢个车几好揸，买咯，系 like it， 唔系中意就要买嘢，你估系嚟？有钱就系任性。我而家变相我要行两转添，因为有三架车。你唔好俾说话我听啊！我边有俾说话你啊？咁你行两转，即系要行多转系咪？你肯嘅话我冇所谓。道出咗你个盲嘅低能。因为卖车呢一个都有几种玩法，有啲就有 NPC 追你嘅，有个就系要用嗰、那个又系追踪器去揾你嗰个投放点喺边。
上定下下咩上定下嗰条桥要上桥定落桥？你落咗落咗桥而嚟啦，跟我同你个 point 同唔同嘅？唔知咯，去到咪知咯。系去到咪知咯，应该同嘅。我记忆中好似系三架一样。唔该，杨，我见你上紧我去嘅地方。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是賣回去我的摩托邦會所咯，有內循環，啱啊！呢個經濟內循環。嗱，exactly 就喺我個摩托邦會所，自己賣俾自己。哎呀！哎呀！嗰啲位，喂，你系完全谂住塞入去嗰个摩洛邦会所咯？我烂咗条螺丝钉。我揸一架。嚟过嚟啊，跟过嚟啊，一齐去啊 ！It's on the keep a show。定咗攞直升机接我，依家个两死咗度嘅。落圣都嘅人，随时都会死。人類真的很脆弱的，為什麼我見你變成青頭仔，我又變成啡頭仔？唉，軟化你先，美發財，中美發財，沒有植入式廣告，現在轉了那個美元發財，當然轉了，真死了，中了死人，但是真去之前幫第二間賣廣告㗎嘛，好似都係染髮㗎嘛。冇問題㗎，佢不嬲都可以，即係你賣 Panda 廣告嘅時候，同時都可以賣呢個。但係佢廣告內容就話：你仲用緊嗰隻啊？明示緊自己，你仲用緊未化咗呀？我記得TV Mo 之前有個廣告，唔知邊一個咧，話佢做嘢喺呢個大台，賣嘢喺你嗰個大台，然後就幫 TV Mo 賣廣告啊。為什麼我們現在有植入式廣告呢？人家有沒有一個可靠 VPN 呢？沒有，其實說起想玩想在 GTA 賣貨的時候不會被其他 NPC 發現，你有沒有一個可靠的 VPN？ 可惜你沒有這個廣告，沒有，沒有人，沒有人找我賣廣告，很可惜，好惨啊！又俾个铁爪压死咗，应该落圣都嘅市民，每一日香港都似有个俾人压断咗脚嘅呢个意思。之前有新闻有卖，系咪之前试过有啲货车揭开咗佢后面嗰块嘢之后咧，向后褪之后腰斩咗个人？唔知道。其实有时行过啲货车后面都惊佢唔好一啖快落嚟，跟住行，跟住褪后。咁你唔出街咪得咯？啱啊，唔会出街就唔会有事。啱啊，我出现喺嗰度咯。我相信我住高层唔会俾车撞啩。即系，人呢个人生有好多意外嘅，就唔一定系俾车撞。哎，你落圣都嘅日最好冇出街，每一日都有人俾车撞，每一日都有人俾人炸死。你落圣都有咩最坚固？啲楼啊最坚固。啱啊，射幾都唔冷呢樓。啱啊，頂到核爆添呢樓，留喺屋企最安全嘅真係。有力牆保護你。因為又唔教你行緊嗰條路，咁搞笑。條條大路通羅馬。其實第一次我係行錯咗個米。兜了少少大圈，即系我跟住行咗，啱啊！诶，车系最简单嘅，但系你唔识转弯。系，但系我唔识转弯。你咁好嘅对你，俾个扑你棘住咗。
OK， 好，444,000。是吧？哇，有100,000，好感动。哇，是个迪士尼，副手人工都有双倍喎，睇嚟。下一次应该有加成噶啦，系嘛？咁我100,000添啊，直头。系啊。我以前好似系就咁俾最低工资噶啫，我记得以前好似。而家又有加到，几好，唔错。卖货啦！诶，嚟到地图呢一个，呢个系第三季嘅大型仓库，叫做第三季，系第三季，第一季定第二季都未睇啊！嗱，呢个系沃克家族仓库，咩毁坏公司财产啊？唔系啊，佢只弹咯，弹咗落，不过弹翻起身嘅时候，结果弹唔翻起身嘅。佢哇笑过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哦，算啦，等紧啊，等佢放个假啦，唯有啊，抵啊，你要嚟做咩啫？你唔要冇用啊！诶，卖货啦，唔好再毁坏，你去啦，唔好再毁坏公司财产。唔使，我唔使，我都留出嚟，入去卖啦，唔好再毁坏公司财产啊！好贵啊，知唔知啊？好，欧美人合作444,000。嗱，你系算啦，最期待嘅画面先，算啦，仲要系就喺隔篱啫，就喺隔篱啫。喂，呢个系几方便？呢个系几方便喎？如果抽中船嘅话，等我揸。喂，但我点样先？嗱，冇错，冇错。唉，垃圾仔，你想点啊？你有冇谂过咧？架船咁样 spawn 咧，你点样上？你一定要落水，有冇办法？你唔落水咧，但系你可以上到架船。揸直升机跳伞落去。你都系。喂，佢 spawn 嗰个嗱，嗰个 idea 有问题。等我揸呢架。好啊，你揸。最中意揸呢架船。呢个拖船。只是可以坐到一个人，但是上面可以企几十个人，因为可以企到几多个人先咧。其实呢一度，可唔可以？如果我场里面有30个玩家，可唔可以企晒入去？你已经响起呢个号角。下边边应该。等我睇下先，点都向前行噶啦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应该冇路出，嗰后面其实咧就有好多方法嘅。后面出到嘅，但系唔知依架船嗰个身高，嗰、那个船身会唔会？撞到條橋底，跟住搞到冧橋啊！唔好，應該過唔到嗰條橋，我相信。喂，佢低能，呢個嘢係拉唔到 handbrake 轉彎嘅啦。加油！即係一定要向後騰一次。你冇割錢啊！會夾。我咧以前翻工成日都搭船，都睇人拉啦。原来你翻工睇人，睇我翻工搭船嗰时候睇人啦，啲中文可唔可以好啲？原来睇人揸船就可以学识揸船。系啊，哦，咁我日日翻工睇人，你去边啊？等阵先，你话向后行啊嘛？我唔系话向后行啊，我叫你呢条圆柱要出去。嗰条桥可能过唔到嘛？咁我要试下条桥。好啊，你原来有呢个尝试嘅精神，我唔阻你。但系阵间过唔到，你要识得出翻去先得啊！我实识，我实识得出翻。不过我惊到时卡住咗，唔系嘢好啦。我谂我有好大机会过唔到啊！你我头先咪讲话唔得咯，你系要试啫嘛。冒险嘅嘢冇。打機就有冒險精神，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可以嘅。打咩打？打咩打？好啦，你放棄啦，我哋再一個啦。喂反啦喂！是嘅。哦，嘘！好事，喂大王，你啲浪冲埋佢咧，啊用我尾掉入去咧，咁到时咧就唔会翻船。444,000啦呢度，惊，四百啲咩风落嚟？
我見咧有啲人咧會拉痕嘅，攬咧扯痕嘅咧就向後褪嘅，就可以出到嚟。打到黐曬而家先。啊！我哋重新出發過，好真係有半個鐘頭。唔係，係因為你個船本身啲貨多咧，個船重。其實你見唔見到嗰條橋？其實 suppose 個設計係可以升高。咁你叫佢升咯，但你又唔叫，但冇申請到，唔好意思。我咪申請咗，唔會開啊。佢唔知 GTA 三去第三個度嗰條橋就先喺喐。因為玻璃爆嘅聲啊嘛，頭先你嚟打，頭先係你撞橋嘅時候已經爆曬嘅。你企嗰個位突然爆咗，爆玻璃嘅。有敵人啊！我好痛，我好痛。燈亮嘅你嗰陣時，哇！好痛都幾準呢敵人。點解個船咁斜嘅？你係咪得我覺得？因為我重啦，得未啊？你想我咁搭啫，都係。哇！係咪因為我撞穿咗水密門咧？而家？漏緊水入去啊！我唔漏，系唔关我重视，我企呢边系唔会令到佢斜。阿爸系真系坏完村咯，你咯，射唔射得死个机师？有啲射唔死个机师啊 ！OK， 好彩而家有镭射炮啲咁方便嘅嘢。我記得以前咧出街場睇到人哋用呢架船賣貨咧，然後我即刻揸戰機過去射鳩佢啦，佢就即刻開呢個幽靈組織，等個地圖顯示唔到佢，但係我揸住戰機，我撞咗船，我死咗，都幾勁喎班人，因為揸戰機，你揸船。埋近我啊！船度咧，跟住我揸戰機，天空望咧，就算我地圖見唔到佢，都見到咁大隻船喺度喺個海度中心遊緊，揸緊，咁好難唔射佢嘅，講真。所以而家唔使喺街場買嘅係好事嚟嘅，基本上呢個係話説咧一個好大嘅活靶子嘅。哎，可惜啊！要大浪少少。我話説我嗰個翻工 group 咧，嗰啲同事講話想做個 NPC， 然後咧我哋知我屋企，唔係我個公司，你當咗你嘅啊，想唔想啊？我就係有死啦，但係你好準喎啲 NPC 其實都，我都死啦就嚟，冇死一住，嗱要打就死啦！你俾我上翻船試下。诶，都得几多射到嘅而家 ？OK。我傻啊！跟住你问咧，即系问想做，因为啲人都问 NPC 究竟系乜嘢？而家在线等噶啦。NPC 系乜嘢？落啊！我俾点解？我冇死到。你系后面有人救你啊 ？NPC 系浪披啊 ，character 啊！好啊，你会传送翻去呢个陆地大澳啊，继续留喺海度。系啊，我见到啊，呢只拖船仲喺度。好，有多444，今次人工几多？你人工几多？大概10万咯。我而家同个，哦个买家过咗个 cooldown 时间，即系吓到赖屎，然后跳水啊！买家都要收工啊，点解拉你翻嚟啊？你点拉我翻嚟？我唔住啊。系啊，去机场等啊！有冇一嘢斜上嗰位啊？搭唔搭？两层啫，两层系最限呢、這个极限啊！唔系一层啫，原来33层，33咪好松化系咪啊？松化哦，原来系快速，我顶又爆！你而家冇咗快速嘅，应该冇咗啦，系嘛？系等我嚟啦！低能即刻有升啊！我话等我嚟救你啦，系啊，上机啦，我车你咯，都到啦，系贿赂当局先有位反差咯。你做乜嘢？你又想破坏公司财产啦？
而家嚟到機場附近呢間倉庫，係第四季嘅倉庫，因為叫必捷可運倉庫呢間嘢叫。哦，我有買啦，第三間啦而家。且談有限公司係買俾。你咁知佢係飛機，因為近機場。唔關事嘅，我相信。竟然真係近飛機就機場，喂，近機場就飛機。近飛機就係機場，一定係嘅，其實啱，你冇錯，你冇講錯。依個要有，應該要有人保護啦咁。即係我自己 spare 啦，你自己。你揸阿晶直升機保護。我揸邊架？你揸你而家揸緊呢只架。你好叻機啊！冇事嘛。你揸你而家揸緊呢只架，保護我 ，protect me。哇！你好大，不如我揸大飛機啊！你有冇啦？有信心。我自己揸翻啦呢啲嘢，呢啲粗重嘢由翻我嚟。如果唔係，我會撞落你嘅大飛機度。冇啦，等我嚟啦，粗重嘢都係。你唔好破，你唔好破壞公司財產。哎，好彩佢都留咗一架俾你。你換個架， okay. 你換個架啦。執法單位喺度守護緊我哋，盡量低飛。啱啱先用完我賄賂當局，實係前面就已經有障礙物啦，啫。啱啊！邊個擺架機喺度啊？真係。我哋嚇親我，你有摧毀公司財產。我等一陣間有機攞嘅。咁執法單位都未必有追兵㗎，睇下先。我要甩掉警察。去咪咯，你要甩掉警察。我甩掉警察。我唔使。你唔要咧？你唔使嘅應該，反正我哋唔同機。幫你完咗之後就有機會甩掉。唔係因為我唔知道你而家去邊啊。你跟住我兩星啦，話上。因為我啱啱可能開咗個，話要。飛得太高，你咁大架機，你要我飛到幾低先至安全？黐線！執法單位首部我哋，你咁大架機喺天空度飛係睇我哋唔到嘅係嘛？見唔到有咁大架機。其實咧，因為飛機要有人見到，咪佢升到最高啦。其實佢哋係咪要用雷達偵察佢哋個雷達喺天空度射翻落嚟啊？所以越飛得越低就 越容易隱藏。我唔知 GTA 係咪用緊呢個邏輯。但問題係飛得越低，個 physical 嘢都冇咗架機啦。啱啊，所以就唔需要有雷達呢樣嘢。好驚困到啲樹，講真。唔驚嘅，你困到嗰刻先驚。你啱。咁喂，仲话我飞得高，我再飞高，我真系困到啲树。Too high， 都冇追兵，咪惊喎。佢有其实咧，你想条片好睇，你都要困到啲树。条片好，你想view，你想view数多啊，定系钱多？我想view数多嘅。我觉得我头先架船俾你咁样搞到斜发咧，已经好惊险。嗰啲系少少惊险，大惊险系真系困到落棵树，真系大惊险。睇下先，而家下一个方喺边啊？系咪要飞过个风车场？梗要，必须。个风车烂嘅机都未烂啦，唔使惊啦。佢呢架佢卖货呢架系硬净啲嘅。系啊。但是我困到，打低咗，邊度跌低咗，邊度起翻身。哇哇哇！好驚啊！困到，困到，哇！神級劇啊！呢啲好睇啊！好睇睇呢啲，好危險啊！啱啱追兵冇追兵啊，不夠啊！話有幾種玩法嘅，一種玩法就係有追兵。你唔想嗰种玩法系我做嗰个追兵？佢而家呢种玩法就系叫你唔好飞咁高，如果唔系就有差佬啊嘛。哇！点解大啲飞？点解听到有突然间上升噶？点解我突然间听到有火箭？我都唔使跟住。火箭炮喺隔篱飞过。而家先第三個 call， 應該好似飛咗好耐咁樣。好，
四个框。我又听到有火箭炮喺隔篱飞过啦。佢啲狼烟咧，佢转咗 PS5 版嗰啲狼烟系大得好犀利，系会遮晒成个画面。嗰啲狼烟嘅目的唔系俾你睇到。喺边啊？呢、這个嗰、那个、那个喺、哎、个山口，依家你唔掉呢个先咧？你个狼烟出嚟啦！佢而家先出嚟个狼烟，佢又话飞得太高。我再飞低啲，我冚落座山度咯，真系！哇，你就系嗰个传说中嘅追兵，你加紧啦，加紧啦！唉，仲有一个喺佩纳托，好麻烦。过落等我揸咯，前面有机场啦，就系要送去机场咯。啊，过落咯。诶，唔干啦，嘥时间，嘥咗成半个钟，又话嘥时间，都唔使去啦，我喺度攞架飞机算。哇，个狼烟好大啊，大到睇唔清，遮住晒成个画面，冇飞机嘅，抵啊！唉，好烦啊！特技飞机。是咁警告我飛得太高。一買三間有三種不同的玩法，幾好啊！海陸空都用曬啦，睇下再第四間。係啊，仲有第四間，睇下第四間係要買嚇。好難嚇死我，喂！好，拉屎一個方，都用咗七分鐘先賣曬。哦 ，OK， 444,000，正，舐舐嚟啊！啊！陣間飛機降落喺呢個奇力耶德山嘅山頂先，但好似唔係好夠力。啊！我醉啦，我失敗咗，我上唔到去山頂。No no！ 我 OK， 我哦，我卡咗喺山腰度。呢、這個位置是以前 Story Mode 偷個轉地機、轉動機的位置，你有呢個 Super Hero Landing 啊？Super Hero Landing 好，最後嚟到呢一間，呢間叫做物流貨倉啊，好 hea 呢間個名字，叫物流貨倉。物流就係貨倉，就係倉庫，就係倉庫。八十塊，係444,000。行きましょう，你使唔使參觀下先？唔緊要，我仲有一間俾你參觀，嚟啊！你開啦，我開咗啦，開咗，又係船啦，嚟，又係船啦，又你嚟，今次等我嚟啊！我行開，行開啊！點解咁中意揸船？咩根據請求物品已被。而至到指定的運輸載具上面，其實我沒有請求過你運船的，拜託，是你們擅自決定的。是你們擅自決定的，不關我事的。喂，有敵人啊，今次有敵人守住。直接炸死曬啲人啦！你射唔射到？你嗱你去邊啊？
你有几个打唔到 ？OK， 揸一个。因为嗰个咁好命嘅，你上紧船啊？你已经上咗船，你真系好中意揸船啊！凭你咁多年嘅搭船嘅经历，你就识得点样揸船。你肯定要摆落去，是但。你冇喐我就摆到噶啦，你冇喐住先。唔系要冧过啦船咁啦。唔会，你信我，冇事，嚟啊！好慢嘅阿船。而家冇事嘅架，虽然系斜咗少少。系啊，依架船系已经改装过嚟。嗱嗱嗱嗱嗱嗱嗱，你快啊！唔关我事啊，今次唔关我，净揸船。冇事啊。哦，哇！系四百几万做个实验都好啊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咦，我系冇得拉你落船嘅，我谂住拉你落船咧。而家你发生意欲嚟拉我落船，我揸咯，我揸我揸我揸，俾我揸。你喐喐咧就好危要。你俾我揸咁，我想好耐冇揸个船咯。啊！哇！弹起咗架机，我见到系轻轻松松扎，哇！弹到咁高嘅架机，哇哇哇哇哇！哇！哇喂喂，大咗冇？鱼力啊！咁咁你都系鱼力，你都渣啲嘛？系咁噶啦。佢成日泳池都魚嚟噶，嗰啲咩啊七十厘米嗰啲泳池啫，都好咯，都超喜歡你呢個八歲朋友咯，喺泳池度魚攔，魚攔係咪泳池嗰啲幾 B B 池幾多 C M 啊？太好多年冇去泳池，30 cm 定70 cm？ 你應該好多年冇去 B B 池係正常嘅。如果你係去過，我會比較擔心。你一個羅里控，嗱啲羅里控就好似牙周病咁，每個人都有唔同程度。開始露出馬腳啦！每個人都有唔同程度嘅羅里控。當然要打埋針先啦，打落去啦，人工智障。但系冇人揽住你喎后面。哎、我临去终点前满足下你嘅愿望啦。冇啊，走开啊，走开船啦。咩要浸埋浸？我浸唔到。点下埋你啊？哎，算啦算啦算啦。去咗边啊？你我跌咗海，但系浸到。你已经自己浸咗。上唔上翻嚟？上唔上到嚟？我想上啊，但系因为你移动紧啲关系。上到啦！啊，轻轻松松，哇！444万，你今次有几多人工呢？都系10万，帅哥，你咁啊赚咗40万啊，轻几轻松你呢次10万赚得？好似你讲到好似冇出嚟，我揸船嘅，你唔俾我揸啦。咁啊，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今个礼拜18号之前都仲系双倍嘅，18号晏昼之前都仲系双倍。咁啊，嚟到16、17号啦，今次呢个礼拜呢个仓贩卖特种货物双倍。咁我今日就卖咗4间啦，咁4间444万乘以4就即系1776万嘅。咁我赚咗1776万啦。咁如果我賣埋第五間嘅話，應該可以賺到2222万。不過其實唔止嘅，因為我第五間嗰個倉庫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啲特殊貨物喺裡面嘅，特殊貨物就高價啲啦，再咁啊總值就超過222万嘅。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中意嘅就之後落嚟個 GTA Online 有咩新嘅 update 咧，我都會盡我所能盡快咁將最新嘅資訊帶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嘅 follow 我嘅 IG。我是香口靠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